再睇埋天氣方面，預測係大致天晴同埋乾燥，大部分地區有煙霞，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。下晝酷熱，吹微風。展望未來兩三日持續酷熱，下個星期中期風勢較大，有幾陣驟雨，氣温稍為下降。三點鐘嘅氣温係33度，相對濕度61%。紫外線指數是2，強度屬於低。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監測站是甚高至嚴重，路邊監測站是甚高。新聞報道完，再會。